打开的瓶盖可以作为漱口杯使用，里面可以放上自己的牙刷和牙膏，非常方便。这两个瓶子呢，分别可以装入液体，适合装入洗发水和沐浴露。采用按压瓶的设计，按压即可挤出适当的乳液。顶端安全卡扣的设计，不用时轻轻卡上，这样就可以防止乳液在移动或者斜放时溢出。挡板的设计可以把牙刷和洗发水沐浴露分隔开，防止液体交叉污染。挡板后是一个独立空间，可容纳常规尺寸直柄牙刷和旅行小牙膏。瓶子的容积在60毫升，